经典电影《星际大战》电影配乐是配乐史上最著名的音乐之一，透过管乐音乐家陈向庙长笛的演出之下，让台下的听众是回味无穷。这次来到新北市淡水区艺品书屋，要演奏出许多大家所熟悉的电影配乐，在享受书香的同时，也能够沉浸在美丽的音乐当下。经典电影《星际大战》电影配乐是配乐史上最著名的音乐之一，透过管乐音乐家陈向庙长笛的演出，让台下听众回味无穷。而这一次来到新北市淡水区艺品书屋，要演奏出许多大家熟悉的电影配乐，让来最美书屋享受书香的同时，也沉浸在美丽的音乐当中。到陈向庙长笛音乐家来这边演奏，这次演奏的是非常特别的经典电影配乐以及音乐剧，像哈利波特这个，另外还有星际大战、铁达尼号等等，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音乐。那音乐剧方面有猫啊，还有这个像妈妈咪呀，还有钟楼怪人等等，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。那趁着这个新的一年，这个陈老师他希望就是借由这个音乐，让心灵的陶冶，能够让大家这一整年都是非常丰富，而且好运隆隆来。馆长表示，这次演出包括了永垂不朽、广受喜爱的经典配乐《星际大战》系列，还有铁达尼、哈利波特气势不凡与激昂澎湃的电影配乐更是历久不衰。除了有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之外，还有音乐剧的猫、歌剧魅影、悲惨世界等等，都是史上最成功、最脍炙人口的音乐剧之一。而这些音乐都透过陈向庙的长短笛演奏呈现给大家。我们陈向庙老师的部分的话，他是在高中之后就到法国去学习音乐，毕业之后回到台湾，一样投入音乐的领域。他正经常在医院做义演啊，另外他也办过许多个人的独奏。他很喜欢就是跟大家分享他音乐领域上面的一些他的专长。那他觉得很多流行音乐可以跟大家共享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，所以陈老师我们特别邀请他来，这是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，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很棒的音乐能够欣赏。馆长表示，陈向庙音乐家主修长笛，并且擅长吹奏短笛，就读于巴黎师范音乐院，多次举办独奏会、国家演奏厅长笛独奏会、故宫周末夜等演出，有着丰富的情感与内涵张力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轻柔悠扬。希望在艺品书屋要让大家重温经典电影配乐与音乐剧，让这一场与众不同的音乐飨宴细细品味音乐的美好。记者许敦义淡水采访报道。